好，我是 Special 陈翔，谢谢大家。很辛苦哦，我真的听说有人昨天就来到我们的现场，就是为了要跟你见上一面。有，我昨天其实有就是经过，对，我有偷偷看一下，就害怕，因为天气不太好。我真的很担心大家会感冒、会淋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跟大家来说一下，最近在忙些什么呢？最近就是刚办完两场演唱会嘛，那我跟还有一些团员，我们在各自忙自己的戏剧，还有学校的考试什么的，对。好，那这个我之前呢有稍稍做功课一下，我们都知道陈翔非常的喜欢运动哦。好，那陈翔呢平常的运动都做哪些啊？我最喜欢就是打球嘛，对，然后最近在健身，然后还有，有时候会去打棒球。哦，打棒球，那真的耗费体力耶。我就喜欢动。你喜欢动，要静不下来就对了。那当然都知道，如果说我们去运动，打篮球、打棒球的话，那全身一定是汗流浃背。那怎么办？你又有什么？如果这个时候呢，又有那个歌迷突然出现在旁边，陈翔，我想跟你拍照，你怎么办？因为我本身是个大汗包。大汗包，很会流汗。在签唱会，其实大家也都知道，我就是汗流浃背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止汗剂在放在身上，就是保持清新的味道。保持清新的味道，那像那个止汗剂呢，你都要怎么来做选择呢？止汗剂当然就是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持久，然后凉爽。凉爽很重要，如果你全黏黏的，因为我这几天有在用艾迪达这个止汗剂，我觉得它很重要一点，符合我很爱的一点就是它持久。它很持久，而且它的扩散的距离其实还蛮大的。所以呢，只要呢靠近你一点点，就可以闻到你身上香香的味道。你没有闻到吗？有，我也闻到。我们其实都两个人都一直很香这样子。我们刚刚在后台一直喷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让你要清爽，然后呢又要持久，就是你最大的一个，就是你的选择止汗剂最大的一个目的就对了。对。好，那当然喽，我们呢今天呢现场有很多的我们的歌迷，还有你的好朋友们，一定要来示范一下，到底呢我们正确的止汗剂，型男出门之前到底要怎么用，对不对啊？想不想看？当然一定要来做示范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上止汗剂来。好，我突然尖叫了。好，来，这个时候呢，有男生跟女生的版本哦。那男生就要看到他脱衣服就尖叫，如果打把手举起来，你不会怎样？好，那当然呢，我就会依照大家的福利，让他把手举起来，让大家感觉一下意下如何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，陈翔，我们来示范一下哦。来，我们来怎么来正确的来使用呢？我们的止汗剂，来，这个给我一下。好，来教大家怎么用哦。今天我们现场都是初学者，我们都不会啊，要陈翔教我们怎么用。喂，怎么麦克风会不会没电？喂，来，我们换一下麦克风。哦，有吗？来，没关系，我们换一支。Hello， 好，有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不要太近，不要太近，要多远？因为我有一次就是太近，痛不欲生。为什么？太凉了。哦，太凉了，吓死我了。受不了，太凉了，受不了。所以要有一点距离，对不对？大概维持在10到15公分。10到15分，喷多久？看你的量，好，跟每个人的味道不一样嘛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准备好，让我们摄影大哥，我们来准备一下，来相机准备。我们那个就来示范一下怎么来使用我们的止汗喷雾。好，就是大概维持在这个距离。好，没关啊。哦，太厉害。对。好，大概。来帮忙把它关好。幸运哦，拿到一个喷不出来的。立刻拆一罐给你。刚刚我们在，应该是我们在后面玩的比较久哦。好，来，
这一罐就是比较凉的，对，就是男生用的。然后我们有非常好闻的薄荷的香味，然后因为止汗的效果有六个，我们止汗的效果四十八小时嘛，可以让你清爽四十八小时，重点是香六个小时。而且你刚刚给我喷的那个是女生的，对，其实闻起来还是很香，因为刚摆桌上我就拿给他。哎，这个味道好女生，好闻，好闻，清新，我觉得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的来。马上帮你换一罐，哎，已经有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大概就是维持在这个15公分的距离，好不好？要看这个，不要一直看我一下哦，我会害羞。看的是看这个止汗剂哦，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哦，好 man 哦！大概有拍到吗？还要再拍一次？然后又说没有拍到，再拍一次啦，不好意思啊。换另外一边，换另外一边，换另外一边。360，360。好好好。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对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维持6个小时的香味。啊，有没有闻到香气啊？怎么那么厉害啊？这么远都闻得到？因为我们这里面呢，有非常不一样的，就是我们的香氛颗粒哦。它经过我们的摩擦，像刚刚的乌俊老师们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啊，你打篮球也一直动。摩擦的时候，汗水也会让我们香氛维力胶囊破裂，就可以让它慢慢释放出香气，有6个小时哦。所以你非常喜欢这一款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在家洗完澡就喷。对，哎，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哦，我们其实是不是出门前才喷呢？其实洗完澡就要喷。洗完澡就会有个习惯，就是想要，因为有些沐浴乳没有那么香。对。其实这种止汗剂的味道它是很重。对，而且它比一般的香水价格没有那么高，对，所以你可以就是近期的量喷。哇，又来了，好香，就是可以就是永无止境，永无止境的喷，而且还让你整天都很清爽，香水还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效果，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陈翔为大家来示范到底要怎么样呢维持型男的礼仪，就是出门前要使用我们爱迪达身体动感香氛系列，也就是我们的康巴库系列，来帮你来做好我们的礼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的活动即将就要开跑了，那我们先把我们的止汗剂先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，那我们今天看到后面有3台跑步机，等一下要麻烦你咯，那接下来邀请我们的 Melody 经理还有魔君的教练，好，我们来一起来上跑步机。好，来，这个麦克风交给我。女教练。对，女教练。好，那我们陈翔呢，在哪里最帅？中间。好，我们呢，接下来呢，要来大家一起倒数了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全省巡回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开跑就从今天开始了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的13位贵宾呢，就会来启动我们的动感香氛球，也就是我们的香氛维力胶囊，它就会开始来做爆破，也为我们这一次的夏日的动感的活动拉开序幕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倒数喽，准备好跟我一起倒数了吗？香氛系列夏日清爽动的活动就要正式开始咯，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现在慢慢暖身，好，等一下跑起来之后呢，透过我们的跑步代表我们的大量的汗水，还有我们的运动所释放出来的汗水跟摩擦，可以把我们的这一次的香氛维力呢，我们的这次香氛维力胶囊可以的尽情的做释放，好，站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自己跑起来了。好，这次我们在透过我们跑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快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的陈翔自己也很会跑，这样子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开始要跑越快，48小时，让你都不会任何黏腻的感觉。6个小时让你清清爽爽，香味依然新鲜。好，加油了，我们要透过跑步把我们的这个香氛球来启动哦，加油，为我们这一次的动感活动正式开始，加油，48小时让你呢永远清新，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。我们的跑步，
们请小心的下呼下我们的跑步机，我们来到我们的前方。当然一定要来用我们的产品跟大家来做一个拍照的动作咯。好，我们先拿我们的这些纸和喷雾，我们先来跟我们正前方的媒体朋友来，我们现在看着我们正前方。哇，陈翔好贴心哦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再看一次我们的正前方。好，那我们的目光呢往我们的左手边移动。好，我们的目光呢往我们的右手边，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最后再回到中间哈，来拍一张。好，再往我们的左手边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右手边，大家都在等你哦，右手边很多我们的歌迷朋友哦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前面的大哥们，等一下我会留三秒钟让后面的朋友来看一下远方好不好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远方哦，让我们拍一下。哇，我看到你自己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那边，那好多人的相机先准备好了。好，来，先看一下，3、2、1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这一次阿迪达动感香氛夏日清爽跟我们的活动呢，正式开头。